那个残像还是残酷，他就在隔板上叫唤。我们没当没事啊，先疯子是瞎飞的嘛。这管理叔叔，你这要提钱，就是你提花之前。农业不怎么结果以后，所以我通过这一了解以后，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要搞一个人工智慧。离开农药地都在犯罪行，这娃娃想是肯定想。一年级我就四月，四月八月就是十二月，十二月三十，十二月十岁。好，那就是人为的破坏自然界的这个生态平衡。那个你站你手上做的活动，你是成果。